大家看我们这个旧房子快不快，整个这边后面的推拉门已经拆掉了，整个厨房你看衣柜都已经拆掉了，然后这个地方开始是你看水管煤气管下水管道我们全部都要全部重新换，这个地方你看以前是有那个水呀、啊，有烂的这些木桶我们都要把它拆掉全部拆掉，你看这么热啊、哦，我们的工人呢都在这边做，以前这边是洗衣机干衣机，你看看我们装新的飞板呢、啊，把这边全部做起来，最主要就是做旧房水管煤气管下水管电线我们要弄好，所以你看看以前它都是有煤气有那个铜管，但是我们还是要重新换，你看要把电线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就是分气口啊就没关系，这些大铁管，所以整个我们这边就做一个 L 型的厨房，所以进来这边就是餐厅，这样就显得很大，洗衣机就移到后面的 ADU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始这边是一个小小的门，你看我们这边就打大出来了，现在就整个喷起来喷两次三次做 LED 灯就可以了，那边曹师傅回来了，这边把木地板一换就漂亮了，这电线啊重新拉整个换成新的灯，你看曹师傅都忙塞塞的，这边乔、我看一下、你那边的橱柜做完了吗？哪里？啊，汉布拉。哇，你看，这整个做完了，对。这边我们要加那个吗？加浴缸吗？这里用那个不是浴缸，还是做shower是吗？shower，人的shower。哎呀，那个门打的，对，我都没想到。上期我都跟你说了，电梯的说开个门大一点，这样就比较好。这个灯要换吗？这个风扇要换。换了。要加一个灯。加一个灯。对。对，把这个水管一换了就。你去买材料去了？对呀、这边都这边都喷了一次了。它是退水口了吗？现在那天对。这么现在这里开这个门口。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呢？啊，这个是窗户了。对呀、窗户才大一点，对吧？跟那个大一点呢、还要大一点。对。才大点就可以了。是这样的。这边要加浴缸哦，也是消防，这边也是消防哦，这边要封起来了，封起来，对，哦，封起来，也是消防，水管做好了吗？水管做好，也可以的，位置不大吗？对，可以，把这个打掉了吗？这里有个墙吗？是，把这个坑，坑大了一点吗？没错，哇，这个消防，这个。这以前都已经换成了铜管了，它以前用的是有的是铜管，有的是铁管，这地板全部要换掉哦，对，不然都滚烂了。这些什么打掉都那个挂墙上，挂到这个地方吗？对，挂这个地方，就是在洗衣机这里吗？哦，在花蕊下面，对，够位置喽，够位置。那这个地方要打平吗？这里最平的，洗衣机坐这里，那些什么挂在这里。对，这个设计不错。这个水管这里看到了，加大了，对，对，全部加大了。看到了，这里炉头在这里。炉头放这边。放这里，冰箱放最后边。一个 L 型。一个L型。对呀、啊、对呀、啊。以前这个地方是炉头了。以前是那个在这里，以前那个墙在这里，那个水柜一排嘛。对。现在把这看到了吗？你看，放大了多漂亮。是。对。所以曹师傅就放心，我们让曹师傅来弄。